小朋友，拜托你，阿姨的车快开了，可以插个队吗？哟，就你赶时间呀？奶奶，我的车也快开了，凭什么让你插队？对不起，奶奶，我知道不应该插队，可是去武汉的最后一班车马上就要开了，我的同事都在那，我也要早点过去。阿姨，您这是要去支援一线吗？是的，非常时期，作为一名医务人员，我一定要冲在最前线。阿姨，您不用说了，这个位置让给您，快买票吧。谢谢你，小朋友。不行，奶奶，我有事赶时间，要让你让，我可不让。奶奶，现在没有比疫情工作更着急的，生命面前一切都是小事，您可以选择不让，但是奶奶，我要提醒您，您现在所处的健康环境都是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拼命换来的。你这小朋友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人家医护人员去支援武汉应值得尊重，咱们群众应该支持才对。哼，我都没好意思说，疫情好转了才想起来去支援，早干嘛去了。奶奶，您别说了，我把位置让给阿姨。奶奶，请你说话注意点，不管是什么时候去支援前线都应受到尊重，你要是有能耐你也去支援一个试试看，我这就让你插队，票钱我都给你出了。就是，这是您去武汉的票。谢谢奶奶，我真不是有意迟到前线，因为我的宝宝刚刚满月。等等阿姨，请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加油加油。